天去跟他谈判的时候，还没谈，他就说 OK 了，先交给你再说。你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恨过他。啊，你愿意修忍辱，还故意对他好，这个就消除掉你跟他的对立。各位试试看，这个你不去试，你永远不相信。这个叫什么？念一下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很多人一起做好事，天上就会出彩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好事的时候，特别有悲心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外在的环境也会转化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你生病。那你不要忧郁，不要担心，静下来，乃至修慈悲心，你会发觉病不见了，心态变，业报变，所以我们叫医报随着正报，啊，这个身体是医报，正是你的心态吧，所以你要调整的是你的心态，所以因为所有的病都跟心态有关系，贪心叫水病，嗔心叫火病，所以呢，愚痴叫疯病。那佛经都有说，傲慢叫硬病。什么叫傲慢？膝盖不好的人就是傲慢，跪不下去，自以为是。膝盖吹个，坐个车都回来都会痛。啊，你会觉得你膝盖，因为就是傲慢，自以为自己条件，所以你骨头容易出酸痛的问题。但是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傲慢。不要眼睛高高在上，傲慢的人眼睛还会不好，因为高高在上。啊，所以因为心态变成如此，所以你要开始谦虚，你要修嘛，多身段柔软的去帮助对方啊，这是你要修行的，对治你的烦恼，所以没有烦恼了就解脱了，所以。那烦恼来，烦恼从哪里来？那就是因为我叫执着，有个我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叫我执。我爱的，我喜欢的叫贪；我恨的，我不喜欢叫嗔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就会有贪嗔痴，那你就会造身口意业，就会轮回。我讲这个道理，各位，如果你经常看佛经，你会觉得这个很熟了。熟，问题是你不用没有用啊。我发觉现在因为研究佛教知识太容易了，读佛学院太方便了，但是能够把佛法用在自己生活上的就少之又少。你看他个性就知道了，平常好好的，一开始这样啊，包括出家人啊，因为这是他的个性，他从来没有修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堂啊，弥陀佛。快老了，快死了哦！他叫你慢，慢，该快的快，该慢的慢，你要接受调整。抄经，你这个人急性子的人，你要抄经啊！所以讲话会三二一跳来跳去的，你要抄经。因为你抄经的时候，佛陀就直接在你心里面。记住啊，抄经不是你在抄，是佛在抄。为什么？你佛的心。念佛不是你在念，是佛的声音。如果你觉得你在念，那就错了。你觉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是我把佛普度众生的名号从我心里面念出来，要去帮助众生，不是我在帮助众生。如果你觉得你在帮助众生，你会骄傲，把自己全然供养给佛。那我成为佛的工具都没关系，我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。我的耳朵变观音菩萨的耳朵，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髓。大乘佛教不要你消除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解脱的心。大乘佛教不需要，你可以直接转到那边去。啊，眼睛不是我的，眼睛给观音菩萨，眼睛来看真理，眼睛来看哪里受苦，帮助别人。眼睛不要有分别好坏的想法。对方越糟糕，越需要观音的爱；对方越无明，你越需要给他光明。这个就是你学佛了，你决定受戒这个意思。这个叫菩萨戒，这第三个要讲的心，念一下菩萨心，啊，也叫大悲心、菩提心都可以。
第一个真善心，你要持戒布施，相信因果；第二个解脱的心，那你要消除我执，或是经常思维空性，对治烦恼。那以这两个做基础，各位记住，不要跳到第三个，这两个做圆满才可以做第三个，因为第三个做的跟第一个都一样，只是动机不一样。你还是在布施，你还是在孝顺父母，你还是在放生，你还是在拜佛，只是第一个是为自己在拜佛，听说拜佛身材会好，老是来世做皇帝，声音好听，努力摆这样啊。那第三个呢，愿带众生受无量苦，在拜礼拜十方佛，你一样在拜，所以成佛跟没成佛做的事都一样，但是动机不一样。比如说世间人点一盏灯是一盏灯，用菩提心点一盏灯是一亿盏灯的，这个叫功德，因为你想的是众生。那这个只能扪心问你自己，不过我认为要修这个最好孤独的修，因为有些人的习气，有人他就要斗，有人他就要比，他要比给人家看，所以我经常带人家去坟墓，你跟谁比？你们念阿弥陀佛，念你好好念，你好好布施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，因为你不会跟鬼比，但是人跟人比很奇怪，两个美女站在一起就会比一下，喂，因为我这是习惯，习惯。因为这个习性就是以前带过来，攀比，打仗的人，做官的人，权力斗争的人，做皇帝的人，做这些啊高富贵的人，他就喜欢，他不习惯别人比你高一点，他就不喜欢，内心里面不习惯。就像照相，有时候旁边站，我说你能不能站后面一点，你比我高啊，你把师父给贬下去了啊。当然我师父跟我说，做菩萨不能太高，不能太帅，不然人家觉得你跟我不一样。你要觉得我跟你一样，我们都可以修。千万你不要认为说啊、哦，我修得很好，我要外表比人漂亮，比人高，比人特殊，那叫骄傲。最容易出问题就这些人，不分在家出家人，你注意看，因为他有一个攀比心，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事实上，你看祖师大德的传记，燃灯佛碰到阿弥陀佛，燃灯佛视线是一个肮脏的老和尚啊。有名延寿禅师，然后那时候与和睦王说要请1000个出家人，结果和睦王说，哎，跟有名延寿禅师说，师父你说请一个出家人就有一个佛，到底那个佛来了没有啊？那有名早就来了，都在后面，你们都不知道啊。皇帝哪个哪个赶快告诉我，坐在最后面那个老和尚，因为他进来都被赶出去好几次。结果因为和睦王对有名延寿禅师有信心，跑去啊，老和尚老和尚对不起，听说你是燃灯佛，一直磕头一直拜。然后呢，燃灯佛老和尚，哎呀，弥陀多嘴啊，弥陀是谁啊？有名延寿禅师啊，他们都显现了。所以中国人说，当你显现你的身份，故意的，有时候故意要舍报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他们在显现的时候一定很平凡，所以各位你长得很平凡，你一定是佛菩萨。你故意长得跟人家不一样，你怪怪的，你可能阿修罗道的啊，就很喜欢人家，我要不一样，这个心态会让你一辈子很痛苦，这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吧。所谓的出离心是了解自己，你必须了解自己而征服自己，这一点是你要自己看见的。那当然最高的叫大悲心，慈悲人人都有，哪一个动物不爱自己的小孩，连老虎都会爱自己，这个也叫悲心。但是大慈大悲跟悲心又不一样，悲心慈心是每一个妈妈疼小孩，这个都自然的，这是人性。但是你要培养到大慈大悲，那要加入佛性，那就是空性。所以这一点，就像昨天我跟一个居士，他还来跟我说，他嗡嘛呢叭咪吽要念一亿遍，我在后面鼓掌，请你有一亿遍的大悲心，不是一亿遍的嗡嘛呢叭咪吽。如果持咒而没有了解经典的深意的话，而就跳到那边要攀比的话，会中毒。
啊，我拜十万拜佛。我说你看我就很骄傲，你拜十万拜，可能你没拜过佛。啊，为什么拜佛是不是要把自己降服掉，让所有众生坐在你头顶叫拜佛？我顺便教各位啊，有时候有空打坐的时候啊，把你所了解众生的苦看到你前面来，看到会掉眼泪才行啊。我们以前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，你不掉眼泪师父不让你念，他说你念了中毒。也就是说你要把众生的苦一直拉到前面来，而把这个苦要想到变成你最爱的妈妈，因为我不认识她也不会掉眼泪。但是我们的妈妈或亲生儿子在病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掉眼泪，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接在一起，然后自然掉眼泪。那那个时候你再来念阿弥陀佛有用，为什么？有悲心才念的，这个你要练习。然后当你练习到你真的会掉眼泪的时候，看到袋鼠，看到北极熊也好，看到非洲的这些老虎，老虎很可怜，它可以吃草了，但是它没得吃，它不吃草，所以它宁可饿死。羊也可怜，老虎也可怜，你要一直思维到掉眼泪。那掉眼泪你怎么帮助他？我没有能力，所以祈求十方诸佛。当首先你把众生想到你面前，想到掉眼泪，你要一直修哦。然后再来，你就要想诸佛菩萨在你头顶，因为他们好苦啊，这些众生妈妈好苦，我要祈求阿弥陀佛、药师佛，我要一直祈求，祈求到感受到佛在加持他们，感受到佛在加持，等于感受到。然后那个时候感受到你把佛移到你的心，那时候你不会掉眼泪。那个时候啊，充满悲心，为什么？我只想救他，以佛的心影响你的心。第三个，当你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再把众生又拿回你头上来。刚刚是佛在头上，现在是众生。因为我们修大悲心的人，就是要把众生顶在头顶，就像观音菩萨说，我头上的阿弥陀佛是代表众生，是要让众生去净土成就阿弥陀佛。就像大势至菩萨头上顶着父母的骨灰，不是光他的父母，所有轮回众生是我头上的骨灰，是我的父母。各位一定要修到有这个感受，千万不要说我会读书，那我会持咒，我会怎么样，然后你离开了那个基本的修行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中毒，变成一种慢啊，骄傲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你很难再转过来啊。所以佛陀说宁可慈悲，但是不能着空啊，宁可老老实实的去相信因果慈悲，你可以不认识空性没关系，但是如果你去追求空性，你舍离慈悲去追求的空性，那叫偏空，甚至叫邪教，那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报恩的野猪，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故事。阿凯原本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孩子，可是到了他这一代，家道慢慢衰败，所以没有办法，他便需要外出做一些小生意赚钱养家。老公，最近